我就亲自回笔丢给那个局长说，你给我办到底，就这样。台北市中山一派出所员警涉嫌包庇色情酒店业者，柯P不止指示要严办，还预告会有重大惩处。隔了一天，果然震惊警戒。从严追究，相关考核监督不收人员责任，分析探讨发生远景涉及贪赌的成因，从而建立防赌机制，其能消弭一切风机案件发生。警政署大动作，将现任分局长黄永志调往山区台中警局和平分局，前任分局长吴敬田也一并惩处，从警政署发配边疆到乌来担任宝山总队主任秘书。常常有一些成年的这种坏习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整个台湾社会往前进，你知道吗？该改的还是要改的。另外，中山一派出所巡官吴一鸣以及退休警员马国栋，总计10名警官遭北院羁押禁见创纪录。北市中山分局辖内特种行业多，油水也多，有天下第一分局称号。三月金爆包庇酒店后，五月又再爆收贿，天下第一分局频出包。柯文哲下令严办，整肃歪风，也要替自己赢得市民信心。记者陈建安、王少云 ，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